凯特，今天我们来住的是宜兰的民宿有虫咬物，这边吗？它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包栋？对，它要分两个四人，看你们想住哪边。你要睡四人房呀？我们可以睡吗？可以的话。这真的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这边住。还有加满咖啡哦。好，那我负责麻烦你负责接。来，那可以上接这里啊。好。过来玩这个。这个。这个。我熬的是自由，好吗？姐熬的是自由，我宁愿熬夜，好吗？姐熬。这边有冷热水，干净的火炉，这里是洗手间，然后这边有两台吹风机，淋浴间很大，不过就是住一间。所以大家就要轮流使用，如果人多可能就要稍微等一下。博士打麻将，我们来看博士学不学的会。国粹，竟然连国粹都不会。国土啊，我为台湾人啊。其实我觉得麻将要从小就学会，以后才能去骗同学。我们刚刚去附近的 Seven 买了一大堆零食回来，看这位大哥买了有多少。我刚经过附近有一个夜市，我想去夜市逛，晚上可以带我去吗？很难停车，你自己坐电车去吧，拜。走过去啊，骑脚踏车，我们骑脚踏车去，骑脚踏车去应该就很近了吧？脚踏车最靠会吗？拜托带我去！你们猜他会带我去吗？最后不会。我觉得阿丑在打电脑的样子看起来好有气质哦，好像在弹个古筝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十面埋伏。买完零食，现在准备要去吃晚餐了。这个民宿呢，他们其实原本就是一间餐厅，有虫咬物套餐火锅，他们的餐点很有名，很多人来吃，然后他们现在就开了民宿，所以我对他们的晚餐充满了期待。我看那个电视界上面有介绍，你们好像有一个隐藏版的奶糕，什么马告锅，可以点那个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那我想点那个。就是做隐藏版不一定说它比较好吃哦。笑什么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拿马告给你闻一下，经典闻。还有香茅，等一下。我可以啊。它的火锅看起来蛮澎湃的哦。我的也来了，耶！马告。隐藏版牛奶锅，产地在我们那个台北的乌来，纯有机认证。哦。你有白头发黑？你有白头发吗？哇，真的。中药味那种。头发会黑。它的菜盘配料里面有茄子跟苦瓜，哎，平常没有看到的，对吧？对，然后让你们尝尝看它是什么东西。你放心，没错。哦哈，你好厉害啊！通常这个能够这样猜到，我的经验平均都是75岁以上的。没有老灵魂。第一个年龄层是国小国中。
餐了，最后他还是熬不过我。我们来夜市了，怕他生气。我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人啊。他就熬不过他，因为不拍他会丢等天啊，很讨厌。而且你还坚持要喝奶茶。现在很少这种有游乐台的。对，现在很少这种游乐台。他玩的蛮多的，虽然都是一样的游戏。烤肉挂包排队排人家，可是吃不下了。真的吃不下，吃饱饭逛夜市真的是不是一个，对啊，不是一个好 idea 哦。好香，可丽饼好香哦。可丽饼好香哦，然后那个凉糕也好想吃，可是吃不下。你要当神射手吗？不会，我有很大咖哦。玉米耶，哦，好香！哇，天哪，迷你鸟蛋也好香哦。你不觉得逛夜市心情就是蛮好的吗？就是老实说，就是什么都想买，什么都想吃啊。可是问题是，逛夜市真的很不适合吃饱后来。我今天一直，他今天一直被东西绊到摔倒。要是没吃饱来，这边其实蛮多东西可以吃的。这看起来很棒。炒卤味感觉很赞，炒卤味我没看过炒卤味耶。对啊，蟹肉耶，蟹肉看起来好棒。你要不要感谢我带你来？有啦，还是有来逛有差啦。对啊，还是发现很多东西很好吃，啊，下次再来。你看这里还有窑烤披萨耶，窑烤披萨不错哦。对，比你想象中东西多吧。散步散够了，什么都没买。我最想吃的是烧肉挂包，我想要吃炒卤味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炒卤味真的好香哦。还有刚刚那个蟹脚，那个蟹脚也可以买一份，对，那个我也蛮想吃的。我们从夜市回来了，因为急着打麻将，所以我们回来了。赶快回来怕麻将啦，这个人怕麻将，怕麻将，因为这个哦怕麻将。这个人虽然不会打麻将，但是他会讲麻将的闽南语，这一位也不会玩。所以诚挚的建议各位，当你们来这里包栋的时候，不要找不会打麻将的猪队友。现在还要教他们如何打麻将，传说中的麻将神童。我不是打多大啊，要钱哦？不用钱吧。麻将是个很好的动脑东西，但是切记不要沉迷。那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哇，好复杂哦。鸟那个好，这个鸟就是鸟是一，鸟是一，对不对？嘿嘿，上一局是我自摸了，没想到我那么会打吧。是做女朋友基本条件好吗？讲什么？你讲什么？这是社交礼仪，好不好？那他们两个怎么办？他们已经是夫妻了，他们来不及了啦。社交礼仪都不会。谁少？这你也少啊，12。没有啊，我16啊。18啦。哦，18。你先搞好。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很会打。那你太多啦，牌尺多一怎么会对？不对吗？没有多一啊。嗯。对啊，好像跟流氓老大打麻将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要睡觉了，但因为我们这次来住的是包栋的民宿，那朋友他们都已经睡了，所以我们要小声一点点。这次呢，我们来住的是宜兰东山乡的有虫鸟屋。那它当初其实是一间以餐厅起家，它在 Google 评论上面呢是有4.8颗星，然后有1000多个评论，所以就是它的评价是非常好的。那他们现在才开了民宿，网络上呢看他们民宿的照片呢，就觉得它就是一般普通的民宿。可是其实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觉得，哎，他的民宿质感很好，比照片好很多。因为他现场的家具都是他们自己用块木做的，所以你一走进来就闻到很香的块木香气，就觉得哇，很放松、很疗愈的感觉。因为是块木，就觉得哎，很有质感，非常静心。这边很特别的是呢，你来这边住，他一定要包栋。可是因为我觉得他包栋的费用其实是还蛮便宜的，他是低消，就是4个人7000块。那就已经包栋了，那你每多加一个人就是加700块，最多就是加到12个人。所以如果是12个人来包栋的话，平均下来一个人大概才1050块，它还有附麻将啊，然后还有桌游。如果你住宿的话，去他们餐厅用餐还可以打8折。那如果不想在餐厅吃，其实它附近也有夜市，我们这次也有去夜市晃了一下，可是我不知道夜市是不是天天都有，
所以如果你来之前，那你想要去吃夜市的话，可以自己查一下。唯一比较麻烦一点是共用卫浴，所以如果你们人比较多来住的话，洗澡可能就是大家要把时间分配一下。共用卫浴是凯特的帐篷。对，就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独立的一个卫浴。那我们就准备去睡了，晚安。早啊，结果呢，整栋就我最晚起床。赶快啊，谁能？哎，你们行李整理好，你行李耶？我帮你放行李箱。喂猪早餐。我们的叶兄买了好多早餐啊，我们选了。我吃了一个中式披萨。因为它没有窗户，所以就不会被亮醒，我觉得不错。哇，你们真的好会睡呢。你知道他为什么凯特睡得很好吗？因为有在。不是，因为没有窗户。因为我很怕亮。哦。但它上面的冷气机还是有稍微亮到我一点。冷气会亮。因为冷气上不是有时候会写那个温度啊，你所以你全部都要很，我要全很暗很暗。这洗手间很大哎，它户外还有一间啊，这样就搭。户外是淋浴间啊。哦，所以这间也可以洗澡哦。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热水，我不知道。有啦。这是个淋浴间。哦，我以为只有里面，所以其实有两间可以洗澡啦。只是这间要走出来洗。哦，它这边都有闭路电视，所以其实是蛮安全的。然后它的门锁也都是有，也是电子锁。我觉得这里你如果带家人来的话，其实你们可以住这哎、欸。如果有带家人出来的话，我觉得家人应该会喜欢这里、欸啊，因为那质感真的是不错。吃的不错，然后住在这边，然后就大家可以那个聚在一起，很方便哈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要回家了，拜拜。拜拜。